他就是东北最会对人的佳鹅，365天对人都不重样，更是被广大网友称为对人界的天花板。今天我们就来看看佳鹅的对人能力有多强。你前面清明不让烧纸啊？妈的，阳间的事管完，阴间的事也管，还查封天地银行啊？他要啊？那假期呢？假期啥的放吗？假期是放的，那就是不让烧纸，说是封建迷信。封建迷信？妈呀，那你要这么说的话，那以后那庙里都不能上香了，那以后那过生日对着生日蛋糕啥的，许愿啥的，这都犯毛病啊？那谁知道？那整的我这两天天天梦见我姥，人家说了，不是不让烧，是不让卖，不让生产。妈，多那几句话把我 CPU 干烧了啊！让烧完不让卖，不让生产，那烧啥呀？烧它呀？所以我就不回老家了。那在楼底下十字路口给我老烧点得了。妈，那你今年得多烧点儿啊！为啥呀？那异地取款不有手续费吗？再加上突然支付方式发生了改变，那得习惯习惯。Hello，大家好！答应大家好久的好物分享来了，然后都是一些自己用了好多年，还有就是一些无线回购的东西。先从浴室开始吧。这是一个卷发棒，就是已经用了好多年了。这个是我以前一个那个理发师给我种草的，就是挺好用的。威斯汀酒店里边用，感觉味道就特别好闻，但是这个有点难买。这个卡诗的这个头发护理精油，蓝凤铃的那个香。而且很好用，蓝胖子卸妆膏嘛，就是我都已经用空瓶，就是无限瓶了，都得有70-80瓶差不多了吧，因为我脸大嘛哈。毛戈平的鱼子酱面膜，你头一天晚上熬夜或者什么敷一个，第二天亮了，你的世界亮了。就是那个科颜氏的那个泥膜，我感觉这个我应该不用推荐了，就是只要你有黑头的，哎，你就敷去吧，绝绝子。然后这个是德美乐家的萝卜那个面膜，也是特别好使，就是第二天脸挺透亮的啊。这个奥伦纳素的面膜也很好用，这几个面膜是我一直在用的。这个大家应该都熟悉了，就是凡士林的那个晶冻。冬天的时候天气特别干的时候，你光用那个身体乳哈，感觉身上还是会干的时候，就拿身体乳对着它，然后就往那个身上抹，老润了，用了好多年了。再来到就是我的梳妆台，因为我常年就是各地跑嘛，所以就是我的化妆品就是这一堆那一块，这一堆那一块。但是能让我一直带走的，并且每一个家里边都会有的话，就还真就是一直挺好用的东西。我香水老多老多老多的了，已经用了4瓶的一个香水，就是它。就是绝绝子的好用。我一开始，我因为香水我不怎么买大瓶，都是买那种小瓶的，这是唯一的一个买到就是大毫升的香水。然后其次还挺推荐蒂普提克的这个，然后这个味道很好闻。然后这个是悦薇的那个眼霜，我已经用了得有将近10年了，就是它淡化小细纹还是挺好用的，因为它里边是 A 醇嘛。这个也用了10年了，就是 CPB 的隔离。珀莲娜黑绷带，也用了得有5-6年了，基本上。朗默的这个眼霜，这个我是晚上用，因为它是去黑眼圈的效果很好。悦薇那是抗皱的，这也是去黑眼圈效果很好。一大饼的这个粉饼也是用了4-5年了。妮维雅的这防晒，它这个防晒吧特别便宜。然后之后呢，它不是那种擦上特别黏的那种，所以夏天的时候你就拿它擦全身，你也不会舍不得，而且擦完很清爽，这个很推荐。朗默的这个护唇的，挺好用的，就是你晚上涂一层，第二天早上起来你就一擦，它那个死皮就掉了。这个也是用了5年的，对。兰蔻的这个防晒，这个防晒也是用到5年以上了。走珠就是夏天的时候哈，穿衬衫的什么会湿，一出汗好有味儿啥的，就这个东西啊，可好了，又便宜又好使。今天的好物分享就到这里了，然后如果你们喜欢的话，以后我就多多给大家出这种视频，希望大家关注我的小号，谢谢大家。那男孩不挺好的吗？你管84年的叫男孩啊？那应该叫啥？叫修作业。那我看你们俩也加微信了。那不你朋友吗？那不得给你留点面子吗？他一提这事儿，我更生气了。前两天不三八妇女节吗？完了给我转账，
3.88块，5.21块，哎，他连131413.14块他都舍不得转，哎，备注，买点好吃的，我寻话买点啥呀？我买包盐吧，感情淡了我就嘬吧两口，就那样的跟他处对象，大姨妈我都不敢多来两天，我平时搁群里边抢红包比他发的多多。你妈认得吗？那我记得他的条件还可以啊，那天不开了个蹦池吗？条件好吧，跟大方那是两码事。再说你，他还狗屁不懂。就那天他开那奔驰啊，95年的奔驰，比你岁数都大，那都不是搁二手市场淘弄来的，那应该他妈搁潘家园收的。就他那车呀，最年轻的是他那玻璃水。哎，你身上有点意思啊，那男人吧，他叫男神。你说死神都死了，他还叫什么神呢？你说呀，他为啥不叫马上叫死鬼？那不你吗？死鬼他也不庄重啊。你说对，还有一个，你说天上的吧都叫神仙，为啥海里头的都叫王？什么龙王啊、海王啊？为啥？那能叫海鲜吗？那海鲜那不烧菜了吗？那不对，都给造了。那你说啊，人中国跟外国就不一样，外国的神仙呢他是趴着飞，中国的神仙呢他站着飞。那你这么说，你这咱中国呢，人裤衩还穿里头，你外国人裤衩穿外头，谁能穿谁？超人吗？不是，你怎么你唠嗑你喝点酒你怎么不唠人间的嗑了呢？啊，超人，我要当超人。上次不是中过了吗？上次中那个没有活。上次中的丰收了，这回是第二茬了。哎，老弟，正好你没事，你那啥，你一会儿陪我去退个毛呗。不是你上次刚种完吗？这次咋又开始退上了？上次是种睫毛，这回退腋毛。你看你身上就总共那几根毛，那不是退完就有病了吗？啥病啊？老铁没毛病啊！我发现你们女孩子强，你看真好赚。眼霜、面霜、颈霜、身体霜，甚至来个脚后跟都有自己个专属化妆品的嘛。你再看我们男的，一瓶大包，从头到脚。那我们的脚后跟也要很精致吗？败家，真的，天天说不要彩礼，是不要彩礼吗？那娶你啊，正儿八经属于是分期付款。哎呀妈呀，花你钱了，你花的那么密呢？现在又换新皮肤了，败家子。你懂啥呀？那春天风雨都不得换件外套吗？这是我在德国顶上新买的 Zipper3的连帽外套，哎，插肩袖，宽松版型，非常显瘦，反光条的设计，一整个日常休闲风满满。还别说，挺显腿长的，后面还挺酷的，借我穿一下。别让评论区自己买去吧，才100多块钱，而且点评论区还能抽1000块钱的五百块优惠券呢，咔划算。行了，别画了，快走吧，他们都说了。你视频、照片和直播本人差距太大了。妈呀，视频是视频，照片是照片，本人是本人。那视频得加滤镜，照片得 P 呀。再说我照片 P 的过分吗，老弟？我觉得我照片 P 的不过分。在这个虚拟的网络上，我只是想保护自己，有错吗？你想啊，万一有一天走大道顶上，啊，万一有膈应我的人呢，拿着视频、拿着照片就能认出我来了，岂不是很可怕？我就是想自己保护我自己，我有错吗？好好，没错，没错。再说了，我这叫百变，哎，线上一个样，线下一个样，化妆一个样，不化妆一个样，人前一个样，人后一个样。找女朋友谈恋爱就得找像我这种，对不对？一成不变的，那不很快就没有新鲜感了吗？像我这样的多好啊，可汉子，可御姐，可萝莉，可傻白甜，找我一个享受整个后宫，明白不？哎，你好。哎，你好，那个我咨询一下，门口咱不是四个窗口吗？就开一个窗口吗？半天我。啊，对。啊，那个啥，我上午来的，完了中午你们又休息了，我下午又排一个小时了。啊，今天人有点多啊，周日嘛，正常啊，你排着吧，别着急。不是，能不着急吗？你说办个业务请一小天假，那既然知道周日人多，为啥不多开几个窗口啊？其他工作人员呢？你如果着急啊，可以上网办理业务啊。不是，我这业务在网上办理不了，要不我不能上这来排队了。不是，你这再说了，门口那些大爷大妈他们不会网上办理，你说所有人都在网上办理了，那你们不失业了吗？不，你跟我说这么多没有用啊，这不是我工作职责范围内的。
不在你工作范围内，那不好意思，在谁的范围之内？你能帮我去找个人吗？就这窗口能不能多开两个？这所有人都排队呢，你就排着得了呗，要不你就升个 VIP 啊，要不就排着。事儿真多。不是我事儿真多，那你是为人民服务的，你问一嘴都不行？你是领导班的呀，这你不能问，那你干不了，那你不在你的工作范围之内，你搁这坐着干啥？你是门神呢？不是你我明白了，手办是吧？你是个手办。现在真的事不关己高高挂起，这工作态度你们都太厉害了，你好好干啊，你只能早日退休，我觉得。不，你什么意思啊？骂人的呀？我骂人？我说脏话了吗？还买一个多月，那啥意思啊？不就过了七天就不管了呗？那等的是我们自己。哎呀妈，你们可真会做生意，真的。Later， 咋了姐？上个月买的电暖气，一个月就坏了。我跟客服说，我说那个我家电暖气坏了。他说的是咱自己整坏的，说过了七天无理由了，不能给退换了。那咋办呢？你这么的，你上那个他家店铺给我再买一个。质量这么不好还买它干啥呀？他不七天无理由吗？到货了之后把这坏的退给他。哎呦我的妈！以后别老说我牲口牲口的了啊！我多稀罕你啊，我多爱你啊！那我哪天要是掉粪坑里了，就我上来需要做人工呼吸，你给我做不？咦，做！瞅你的态度，你做你也不是为了救我，你他妈单纯想吃屎！哎呦我的妈！老板呢？咋了，美女？你这包子啥馅的？猪肉。哎呀妈！第一口没咬着馅儿，第二口咬过了。你这吃着底儿了，没吃着啥馅儿呢？你这包，我寻思你包的是蚊子肉呢。哎，美女啊，你真能开玩笑，咱这包的猪肉馅儿的。那你家这店开这么多年，真的猪也就受点皮外伤。现在吧，都讲究低热量，美女。你瞅你胖那样吧，少吃点肉，挺好的。不是，这跟我胖胖有啥关系啊？咱说你家这馅儿，这好像那猪皮身上搓下来的皴包呀。这哪是包子呀？这不就是个馒头，长点褶到岁数了。行，再给我拿瓶饮料。哎呦我的妈！今天随你随多少钱了？哎妈，打住我爸，我知道你要问啥。别说了，过年了又涨一岁，你不上火啊？我有啥上火的呀？我不挺好的吗？一人消费没人拖累，没有吵架没有流泪，想玩我就出山，不想玩我就闭关，累挺了我就搁油摊。不结婚你一个人想孤独终老啊？那最后不都一个人上路吗？那咋的，这玩意还能拉帮结伙组团队的走啊？哎呦我的妈！你搁这儿干啥呢？你咋心这么大呢？你给我追尾了？走啊！干啥去？领证去。领什么证啊？你有病吧？不是，你这不写着吗？大龄剩男追尾必娶，领证去啊！我都跟你好几条街了。哎，别碰我，别碰我啊！行了，我认倒霉了啊！你走吧。啥意思啊？我跟你好几条街了，你说走就走啊？我告诉你，你今天你要敢走的话，以后我就跟着你追。哎呦我的妈！姐，我朋友给我介绍对象，那么挺好啊，哪儿的？北京的，北京户口，老北京。哎妈，这你家你还异地恋呢？你就找一个家跟前的，不超过30公里处处得了。为啥呀？你的电瓶车充一次电不就能跑15公里吗？那为啥是30公里啊？那你不得双向奔赴吗？你都有电瓶车了，他没有电瓶车，你能跟他？那不能。那不就得了？你看。你有电瓶车，人家没有电瓶车，你都不带跟人家的。那人家北京户口，你啥也没有，人图你啥呀？鱼找鱼，虾找虾，乌龟找王八。王子和灰姑娘的故事告诉我们一个什么道理？啥呀？嗯，隔一宿就不认识了？那王子那是真正的爱灰姑娘吗？要真正爱能还能通过一双鞋去找人家去？多大码的鞋呀？37码的脚遍地都是。老弟呀、啊，你就踏踏实实找个家跟前的。你妈上次给你介绍那早市炸大果那不挺好吗？好啥呀？那咋的了？到时候结婚当天，大果多炸点，豆腐脑随便喝就完了呗。你在干啥？干啥去啊？我嫁，我干啥去？哎，老弟。嗯。你们男生是不是都喜欢美女？
真不是姐，那男人喜欢女人，有时候跟模样相貌一点关系都没有，那有时候就喜欢他身上那个劲儿。你美若天仙，我看你不顺眼；你邋里邋遢，我看你有眼缘，就这么回事儿。那就眼缘那个劲儿，你懂吗？我拎十斤大米，两桶豆牛，一口气上六楼，这劲儿行不行？行，姐，等过几十年，你直接去养老院吧。凭啥我就上养老院呢？破锅自有破锅盖，啥人自有啥人爱。虽然我丑，但是万一有瞎的呢？我就等，等。嗯，好。你以为你是红酒，等一个懂你的人来品？其实你是板蓝根，找你的人都有病。我是不是给你点脸了？你口才挺好呗。你是女孩，你得着点急呀！多大的人了，还不找对象啊？我不找对象，不还是因为你吗？啊、因为我，关我屁事啊？对呀、啊，关你屁事啊！你咋那么好操心呢？你咋那爱管闲事呢？你这么爱管闲事，门口的粪车一走一过他，你是不是都得尝着咸蛋儿？我不说了，对不起。以后对不起我的事少做。知道了。你晚上出去跟我吃饭去呗，正好把我开除，我就不找代驾了。都谁呀？有妹子吗？没有，都是一帮已婚的老阿姨。你姐我是唯一的妹子。不去。吃你爱吃那家烧烤。能叫俩妹子吗？没有妹子，这上哪给你找妹子去啊？那不去。完了，吃完饭俺们去唱歌去，你也跟着去唱歌去呗。唱歌有妹子吗？不是咋，小弟你咋像起秧子似的？那咋的？没有妹子活不了啊？哎呀，你自己去吧，我累。你不去拉倒吧，到时候吃完我给你打电话，你记得来接我就行。行，完我刚换那个手机和那个手机号码了，你看着陌生号别给我挂了。哎，那你原来的手机呢？给我呗。给你干啥呀？我等会儿放那个钻子顶上卖了去。最近好多朋友都在钻子上回收手机呢，他们家回收手机就是给的特别高。你看我的那个 iPhone 11，估价2700多呢。而且人家主要是能上门回收，贼方便。你家里有闲置的电脑、手机啥都可以放上面卖，多方便啊！那挺好啊。啥日子啊？聚餐？那个谁，那个小兵从那个广东回来了，完了我们在一起去吃饭。小兵是妹子不？啊？小兵儿，兵哥，你兵哥，你上去的时候请你吃麻辣烫那个。哎呦我的妈！哎，那你问问他带没带妹子啊？小兵，你这是啥？态度特别坚决，思路特别清晰，三句不离妹子，万变不离其宗。那咋没有妹子你不去？你他妈这杜绝一切没有用的社交，你真奥利给！真的。有牛不泡大逆不道，那见牛就泡替天行道。看出来了。上回那个和那个老刘吧去唱歌去，他给我发那小视频，哎呦我的妈，你可真是不挑，真的，那小妹儿一看都得有15年工龄了，你可真是不挑。嘉禾，哎呀妈，前男友，你还活着呢？你说话还这么损啊？哼，托你的福，口才越来越好了。不，这两年你过得好吗？我要说我过得好的话，你不会问我借钱吧？你对我怎么没有什么好印象呢？你把好去掉，我对你就没什么印象。这两年感情路上顺不？顺呢，一路上都没啥人。没谈恋爱啊？不是，你要干啥呀？你做市场调研呢？我一直关注你抖音呢，你这还那性格啊，没变。不是，你到底想说啥？我也一直单着呢。嘉禾，我俩吧，打住！我其实一直没有忘记你，我还爱着你呢。爱来自心脏，不是口腔。你这你低了个臭嘴，逮谁爱谁，真的是。自从住你心里，我发现了，那是个小区呀、啊，那不光住着我自己，还有老多邻居了。你说你这么丑，我都能掉入你的鱼塘啊！我发现我不是一条鱼呀、啊，我是虾呀。但我现在眼睛治好了，我现在像明镜似的。你不用拿我当250了，我不可能再重蹈覆辙了啊！你有没有事儿？你要没有事儿，你走呗啊！祝你寿比昙花，以后我尽量绕行，行行，尽量绕行啊！这是我的队。你搁那儿听啥呢？说啊，你说啥去？我说你搁那嘎听啥呢？我学习呢。大学的前班我毕业的，学习学啥呢？搁那儿啊？哎，我买的理财课程。我那老师教的可好了，不是人家一个月挣180万的，人家理财你一个月挣2000块钱，
不咋的，花不了啊。不是，你说我毕业就出来工作了，从一无所有就到了身无分文，我现在从身无分文又到了负债累累，那我这一年比一年穷，我学一学还不行啊？不是，那怎么你活着不要成本呢？你天天拉啥吃啥呀？他说你也不一无所有，你不还有病吗？我啥病啊？人体消化系统饱和引起的脑组织紊乱吗？那啥意思啊？吃饱撑着瞎子合计呗。哎呦，那是。